我的天哪，这实在是太神奇了！刚刚冻膜一刮掉的时候，这块白都不像。重点是，你知道我刚不是有冻膜要附在肩膀上吗？我现在这肩膀变超白的，然后跟我这边比，这边比较黑诶。可能是玫瑰的保湿金冻，它可以舒缓，然后深层的锁水，然后再来就是它可以改善蜡黄跟调节你的肤色的。我觉得冻膜有的时候会比面膜来的就是机动性高了一些些，就你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，跟看你要在的这些位置，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个调整。然后呢，玫瑰冻膜可以帮你做一个就是一个镇定的效果，都是可以敷全脸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所以440块呢，敷全身还是可以敷一次。我觉得在这年头，你找到比它还要再便宜的。